广告。广告，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 0:50 直播， 0:50 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.5x 1.0x 1.25x 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团战 TBG 关键团队胜一筹，小心马克中南救主为汉师，关键局 50% 75% 100% VDK 0027 QC8MP3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宽高 848x480 250% 视频协议https://cdna.pd/6973715376/9971371.17b/a/file/rfv/smtcdns.com 下载速度缓冲，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:01:57播放流水 91BCFT510C076BAC31174B57F737002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团战 TBG 关键团队胜一筹，小心马可中南救主为汉室关键局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VDATA 等于 ING HTTP INUS GTIMG.COM NUS APP LS 0452-339-5354-640-4800 Video Source Type 1 Feed Q0027 QC8MP3 Deep 视频团战 TBG 关键团略胜一筹，小心马克中南救主为汉室关键局，时长约50秒，腾讯体育讯北京时间7月24日 KPL 秋季赛预选赛淘汰赛第一轮为对阵 TBG， 最终为以4-1取得比赛的胜利。在赛后采访环节中，文吉为小心队伍 Victor 又进一步后给今天的队友打几分，小心说给队友打8分，还有很多的不足，因为比较渴望胜利，所以有的时候会打得比较着急。小新接受采访问及今天选择庄周这名英雄的原因时，小新回答说，选择庄周主要是针对对方多控制阵容，而且庄周在探视野的时候不容易被抓，问及打野位在他心中的排名顺序时，小新说自己排位时喜欢用裴擒虎、公孙离，打比赛的时候比较爱用马可波罗，如果给他们总体排序，那就是裴擒虎、马可波罗、公孙离、李元芳。问及比赛时间较长的原因，小新说因为彼此都渴望胜利，所以经常被反压，比赛的时间就会比较长。小新还表示，其实今天的对手 TBG 还是蛮厉害的，想对队友们说，比赛还没结束，不能飘，要保持心态继续加油。最后对于今天阵容的讲解，小新说阵容的风险并不大，教练 BP 后给我们拿什么英雄我们就会打什么英雄。我多尔